OK， 第150天，天气开始变化，空中出现积云，看来要龙卷风了。但是我不知道几时才来，然后呢，我就想做一个进门的陷阱，所以呢，我就在这里弄一个陷阱，需要到这个粘性活塞，还有红石火把，我们也需要到那个红石机制，放这个红石终端器，还有红石。其实我就想弄一个进门的陷阱，就是来一个开洞的陷阱样子。其实我就像那个开洞的陷阱，等下你们看到，没错，他们踩到这个压力板，那他们就会启动那个活塞，就会开个洞给他们掉进去，完成就是这样子。那他们一走进去，踩到那个压力板，那他前面呢就会开个洞给他们掉进去，就是这样的陷阱。然后我要在这里挖一个洞，就是让那个僵尸掉进去。OK， 挖完了，大概这样的高度。那我弄这个陷阱的目的呢，就是我想刷经验值，那些僵尸掉下来这里，然后呢就可以杀他们拿那些经验值。然后现在雪月那些僵尸会不会掉进我的陷阱？哦，来来来 ，OK， 看来他们都会掉下去，但是有些都是被推下去的，真的是很好笑。Yes， 我们这个陷阱还蛮成功的。我突然间想到要做这个陷阱，主要是可以减少一些僵尸，不然很多僵尸在外面真的是很吵。看着这些该死的僵尸在下面，真的是很爽。我们这个陷阱成功。OK， 下一天下面真的很多僵尸，然后呢就弄一个地下室连接那僵尸那里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杀那些僵尸。OK， 就是这里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杀那些僵尸拿那些经验值，哇，真的是很爽。然后也装饰一下，放一些玻璃，没错，这样就成为一个刷怪的地方。然后我发觉我外面那栅栏好像有点暗，所以呢我就踩一些火把也避免生怪。 OK， 完成，哇，这样看起来就更亮。然后我们的陷阱运作蛮好的，那些僵尸都不敢下去，他们都是被推下去的。但是每一天都有很多的僵尸，所以这陷阱真的很好用。我也想了蛮久的，一次过杀那么多僵尸，这些僵尸又不能反抗，又可以拿经验值，哇，这感觉真的很爽。然后呢，我要来改造这里的地下室，我要弄好看一点，因为这里有很多不一致的方块，不是很好看。我就用石砖弄我们的墙，那地上呢，我就用这个石台阶。OK， 第160天，我就弄到一半，因为呢我们不够石头，所以呢我们就要去挖，我也顺便挖一些矿。就这样，我们又开始了挖矿生活。我也发现到了废弃矿坑，还有这个会发光的地方，自从上一次的僵尸末日100天，我们也发现到的，我也采这些发光的蘑菇回去。所以这几天我们就挖矿啊，探险，找看有没有水晶洞。我们也挖了很多矿，挖的差不多，我们就继续弄我们的地下室。OK， 完成，呜，这样看起来就更干净。然后看一下我们陷阱的状况，有了突变僵尸进来，那问题来了，他们的体型太大，进不来，这个突变僵尸不会进去。哦，其他的僵尸可以进，然后那个他突变僵尸的体型太大了，他进不来，所以我要改一下。你看他们都进不来，你看他们，呜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呜呜呜呜呜呜，所以呢我就要弄大那个门口进来。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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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，等一下，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掉下去了。OK， 是可以掉的，只是有一点小，是刚刚好。OK， 成功，他们都进到来。这一天我们就来收割，然后那个突变怪物还会撞死，哇，他的命其实蛮厚的。OK， 第170天，我就在门口加一些电栅栏，因为有些僵尸会停留在旁边不动，所以呢就弄一个电栅栏电他们。最终这个就是我们的进门陷阱，呜，感觉真的很厉害，这样看起来真的很酷，我也很满意这个陷阱。这一天我就在最顶楼盖一个瞭望台，就先弄一个骨架，然后放栅栏，那屋顶呢我就放玻璃。 OK， 完成我们的瞭望台，然后我也在周围放这个发光蘑菇，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特殊功能，但是它可以照亮，我就放一些照亮外面的环境。下一天我就想把这个水道改成岩浆道，所以我就决定用方块抽干里面的水，我就用方块这样子铺，然后挖掉，就抽干里面的水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岩浆。OK， 完成两个的岩浆道， Holy， 我觉得那僵尸应该没有办法进到来，然后也真的很满意我现在的基地。就这样我们来到了第180天。 OK， 第180天
天空又出现积云，感觉这次龙卷风真的来了，我就躲在里面不要出去，因为我不知道几时那龙卷风来临，然后那雨越下越大，这次真的不是开玩笑，我就躲在里面杀一些僵尸。下一天我就要想一些逃生计划，因为如果我们的基地被破坏得很严重，我们就要想一个办法来逃。然后呢，我就想用回我们之前的逃生计划，就是坐船逃到海中央，可是我觉得有点危险，因为有那些突变怪物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怎样，而且我也想换新的逃生计划，所以呢，我就决定不要用这逃生，把这里给封起来。然后外面的云开始旋转，这一次龙卷风真的来了。哇，等一下，感觉好像龙卷风啊。哇，等一下。等一下 Oh my god, 我的玻璃 Yo 不要 Oh my god, 全部玻璃爆了。哇，那个龙卷风，我全部的东西都给它吹走了，但幸好我在里面是安全的，没有被吹出，已经算很幸运了。然后这个龙卷风暴风雨下了一个晚上，然后我的玻璃栅栏一部分都被吹走，哎，真的是。下一天我在修补那些被吹走的玻璃栅栏等等啊，真的是很麻烦。我就出去挖一些木头，虽然有点危险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们要趁这几天快点修补我们的基地，所以这几天我们就修补我们的栅栏、玻璃还有我们的瞭望台。然后因为龙卷风也吹走一部分的僵尸，所以就没有什么僵尸烦我们，我们也顺利的把它修完。这天我想到了我的逃生计划，我就想往上逃，我就叠高方块，叠到差不多云的位置，我就在这里盖个平台，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防线，只要遇到危险我就会爬上这里，如果他们还能爬上来，我就一直叠高拖延时间，我可以完成我们的空中平台。就这样到了第190天， OK， 第190天，这10天里面某一天僵尸会开始破坏方块，放置天梯爆炸等等，哇，这样我就更紧张，我就做一把钻石十字弓，然后也弄一些发射器放在我的门口，然后也用水堵住我的地下室，围在门口这里放岩浆堵住。我当时的心情很紧张，他们时不时就开始破坏方块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来了。我来了。Oh shit！ 我的画面真能卡，也把我的游戏给崩溃，因为真的是太多僵尸了，也出现很多突变怪物。你们看，真的是 Oh my god！ 我就赶快爬上我的空中平台，我就用十字弓射那些僵尸，我们就在这里待到200天。在这几天我们还算安全，幸运的那些僵尸都被岩浆烧死，我以为他们会叠方块还是有，但我看到的不多，他们真的是很冲动，但幸好有我的岩浆挡住，然后有些僵尸也不敢往前，他们真的是很怕，所以我的岩浆道还蛮成功的，应该说我们真的很幸运。最后一天我就在这空中平台享受这雨声，让我感觉平静，哇，终于啊。 So yeah， 我们成功挑战完200天的僵尸末日，哇，真的是很精彩。然后其实我们也很幸运，他们都被岩浆给烧死，我以为他们会叠方块避开那些岩浆什么的，可是他们都没有，他们都很冲动，所以多数都掉进岩浆，然后这些突变怪物也不能做什么，所以其实放岩浆才是最重要的。然后我也非常满意我现在的基地，尤其是这个进门陷阱，这陷阱我也想了很久怎样减少一些僵尸，所以呢我就想了这个陷阱。那上一集也有很多观众给了我很多建议，要建黑曜石围墙啊、空中基地等等，但这影片我已经拍好了，所以可能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会用，也感谢你们的留言。哇，终于200天，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会加入一些更恐怖的怪物，这样我觉得就有更挑战性。那最后我想说的是300天，I feel cozy, yeah. Can you hold up? Don't need no coffee yet. Got no makeup. How do you look so fine? Plus
What's up? How did I make you mine? Stay a minute, another minute.